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问题就是你的企业面对一些以下的问题。你是否面对你的人脉不够？当然一个企业刚开始，我们要拿一段的时间，可能给三年五年来累积你的人脉，而你在这个阶段可能发现讲人脉不够的，当然如何增进你的人脉？当然有时候很多方式，就是比如我们可以打广告，可以通过转介绍跟做一些 branding， 把很多时候这些将会用到大量的资金。而对于刚刚开始事业的你，是否有一些解决的方案？我们会鼓励所谓的分享。如何分享呢？就是我们大家 create 一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我们叫做 Life Balance Program。 在这个 program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追求的就是以最低的资本拿到最高的效应，而你的顾客是绝对的相信你，因为是由你的转介绍的朋友介绍的，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合作伙伴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多一点，欢迎 PM 我，我是 Grace， 谢谢大家。